小轩，你行李准备好了没有啊？看一下给爸爸。在哪里？在这儿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你跟妈妈拜拜好不好？妈妈不能去，对不对？妈妈不能去。昨天都跟你说好的吗？我们要走了，真的赶火车了。给自己的东西拿好呢，拿好了，那我们走吧，在家里好好的啊。好，跟妈妈拜拜。拜拜，小七。拜拜了。你好好的，乖乖的啊，听爸爸的话啊。哎呦，太重了。跟妈妈。去送你哈。跟妈妈道个别吧。听一下吗？你说妈，我们明天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跟妈妈拜拜。拜拜，乖。走，好好的。不要出去乱逛哈。你好好的，照顾好妮妮啊。放心，你照顾好你的宝宝。好的。再见，好，拜拜。没事的，我没事的。好，走吧。早点回来。明天就回来。小七，早点回来。你说我们明天就回来。照顾自己哈。走了，小七，我们进去了。小七呢？小七呢？该上车了，你已经。我们出发喽！他舍不得妈妈呢，这个宝宝。那没办法，一边是要照顾你，一边是妈妈怀孕，也难呀。你又买了糖糖啊？我们要去坐火车了哈，那快点走喽，进去吧。马上进站了，看一下小车又买了什么？买了彩虹糖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千纸鹤。好，你拿这把字体好。小薛，爸车车在哪里？来来，爸爸这里跟爸爸走，别走丢了啊。我们到喽！好的，爸爸，等一下给你吃啊。你要吃哪个？那是自己买的。小娟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广东看眼睛。广东看眼睛啊？你自己读清楚啊。那你要乖乖的哈，听爸爸的好不好？妈妈怎么没来呢？吃饭喽，小圈，小圈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不要烫到了哈。烫啊！我们早上从广西出发，到晚上终于到广州了。这一路啊，真的很奔波，特别小区啊。我们从广州南站打车到这个酒店，酒店就在野客中心旁边。哇，那一路真的是我都想吐，小学直接在车上吐了，那种电真的是头晕脑胀恶心，然后一路又很辛苦，把衣服全吐脏，我在车上真的是坐立难安，幸好是安全的到达了广州。等一下休息一下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去医院里面去看眼睛了，希望结果是好的，不用做手术啊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小学现在舒服一点了吗？舒服一点了，那我们就等一下休息，然后我们明天去医院里面看眼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跟叔叔阿姨拜拜了，拜拜。